奥拉米果，奥拉米嘎，这是纽约州的早晨，我们在这里休息区在看中国好声音。我带大家看一看，这是一个纽约州做的服务区，很棒。我上一次从纽约其他的地方进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个很棒的服务区，它是24个小时营业的，而且它的空调开的比较声音特别大，是能感受到特别冷的。这是纽约州走过的高速路，就在你的旁边，就是有一种梦想在路上的感觉。这是三面的，这边是音乐节目，四面这边是牛仔片，西部牛仔片，这边是这种新闻，这边是动画片，所以它这个分区是不一样的，给大家不一样的分区啊。这是广告，现在在播新闻。Give a spin. 292 West, 这是华纳，华纳 ，New York。所以纽约可是个创新的地方，很创新，给大家的感觉确实是。不一样，确实是很不一样。让大家看一看这种，这是洗手间，这边是纽约，它的历史从英国的殖民地到独立，法国送的自由女神像，这是拍照，大家在一起来拍照。大鲸鱼，披萨是关门了。这边是有纽约州的地图，我爱纽约。纽约州的地图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方向。我们要去尼加拉瓜大瀑布，这边是没有那个，我是从哪边，我觉得有一边是有那种很好的风景的，这是神秘的阿拉丁的神灯，里面有银币，这边是有纪念品的商店。对，我们来的是这边。See walk, see live。这是向西140，向北90号，向东31号。走到这儿有点十字路口的感觉吗？很好啊，今天是2.77，比昨天要贵了，昨天是2.69，错一点吧，2.67，错一点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，静静欣赏一下。
欣赏一下这个比赛。
地气，我们会充分的休息，然后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